中方对个别西方政客公然污蔑、诋毁香港警方的正当执法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香港警方依法拘捕反中乱港组织支联会多名骨干成员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是坚定捍卫香港国安法权威、保障香港长久稳定的合法正义必要之举。香港是中国的香港，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，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利用有关司法个案诋毁香港法治，干涉中国内政。任何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张目的企图和行径都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。